新闻一开始来看一个好消息，咱台湾男子网球的选手卢彦勋是愈拍愈顺手，今日伫咧温布顿的男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是打败世界排名第十二、大会排名第十三种子的塞尔维亚的选手楚逸姬。卢彦勋呢，即马已经顺利打入前三十二强。卢彦勋面对世界排名第十二的塞尔维亚选手楚逸姬，以7-6、6-4、6-4连赢三盘，打败对手。很高兴啊，因为其实我知道说这个对手是不好应付。那当然，尤其他的种子，顺位又这么高，有经过教练讨论，然后还有一些之前的一些队友啊，有跟我讲了一些战术方面的一个方式，让我其实说，今天打起来感觉还不错。卢彦勋打败楚逸姬。连续赢两场，而且拢是打败实力真坚强的对手，顺利打入前三十二名。伊对家己的表现真满意，对伊的信心有真大的帮助，会当争取更加好的成绩。卢彦勋踮咧25号第三轮比赛是要面对世界排名第35名法国的选手罗德拉。2004年，卢彦勋第一届参加温布顿网球比赛，去年打入前8强，即摆顺利连续过两关。卢彦勋希望家己当享受比赛，拼每一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